2号 Lucky 7 3号 5号 1号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从5万多位符合资格的抽奖者中抽出最大奖335万的特斯拉 Model X 的幸运郑姓民众，虽然现场致电没有接通，但侯市长同样给予祝福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到新北来消费。侯友宜表示，去年受到疫情冲击，在地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，因此市府举办了新北振兴168等活动，累计145亿元的消费总额，活络地方经济。在短短半年时间，总共在新北市消费总金额达到145亿，尤其我们的新北所发的特惠券500换800，在公有市场、在夜市消费的，我们的回收回来真正的消费有达到80%以上，也带动一般市民经济成长了20%。这个都要谢谢我们所有对新北市来消费的所有的全国的民众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而首波被抽中特斯拉头奖的得主也首作感谢贺卡送给侯市长，谢谢市府办理抽奖活动。而最终一波总共抽出了3797个奖项，包括 iPhone、iPad、AirPods 以及家电礼券等大奖。中奖名单将公告在新北振兴168网站，并且也会透过 email 寄送中奖通知，请民众密切注意中奖资讯。详情可以上新北振兴168网站，或是来去新北经发局脸书粉丝团查询。记者赵世渊，板桥采访报道。